好，来那个志扬兄，请坐。同委来。那世代力量怎么样？好好好。哎，志扬兄，桌上有一份啊、哦，法制局拟定的这个草案，你要不要先看一下？好、哦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啊、哦，针对第二案《公民投票法》部分条文的修正草案来啊、做协商啊、哦。那么在啊、我们的提案啊、哦，在临时会，我们桌上都有一份资料，就啊、这一案啊、哦，就是啊、桌上这个案子啊、哦。那这个案子基本上。有这个时代力量的修正动议再修正动议案，还有民主进步党的修正动议再修正动议案。那这个资料再印，好，再印，我们就赶快分发给各市啊党团。另外，周上有早上我们大家有一个不算共识的共识，就是由法制局来草拟一个。各党团都能接受的共同声明，那这个共同声明，法制局也一定 把它草拟，现在在每一位委员的桌上，每个党团的桌上啊、哦。如果大家有觉得要文字做修正的啊、哦，实力同意。好，那时代力量已经同意了啊、哦，那么民主那个民进党也同，民进党党团也同意了，那。国民党团这边有没有什么要来请？秘书姐，没关系，来请，来志扬兄来。那个我初步看了一下了，对，来没关系，来。三点大概都还可以了，就是第三点，我觉得应该没问题啊、哦。第三点，那第一点跟第二点的比较后段的部分，来从哪一个文字开始？好、哦，这个比如说第一点哈、哦，对，就是。将冲突降至最低，好，到这个为止，前面都没有问题。将第几行？到第四行。一二三四，将好好 OK。那香港政府前已回应后面这一段了、啊、哈，我是觉得说我们不要去搅到里面去，我们声援他就好，不要把我们自己的修法或我们跟香港的关系把它搅进去哈。好。所以你觉得从香港政府对对、啊、后面这个我们觉得有待商榷了哈，然后第二段哈，嗯哼，第二段我觉得
就到我方永远支持这种普世价值，然后这样就好了，因为前面已经有呼吁撤回草案了嘛。好，因为我的意思是说什么？因为他这个法案的内容啊，内容啊，究竟有没有侵害到这个怎么样的权益？我们没有深入研究，不要去介入人家这个。我们是呼吁香港，既然人民要抗议啊，你要尊重人民的意愿啊，维持民主法治。但是它的里面它的内涵，我们自己立法院，我们自己台湾的很多立法都很有问题啊，是不是？我们也不希望别人来给我们指指点点。所以吴委员的意思是说，第一段第二点的。到呼吁香港政府应撤回逃犯条例草案，到这边就好嘛，是这样子吗？不是，到那个什么普世价值。好，基于捍卫自由、民主、人权。我方永远支持这种普世价值，都可以啊。就到那里哈。划掉，对，这边后面也换删掉。好，那这个我们再把修改。你现在就，我们现在就去把您提出的，没关系。有意见没有关系，我们就一起。不是，我是说让他我刚才讲那后面那个是说再要还要斟酌的啦，我不是说建议删除。后面那个不能删嘛，你们的党团声明也有嘛，因为我们共同点就是、哦、对他们的党团声明也有。如果党团声明有，那就对对对，你们的党团就没有关系的啊。所以前面第一点的部分哈，我们因为后面那个。对我们认为还可以接受，但是撤回不能删呐、啊，因为你们撤回没有删、啊，他没有撤回要删呐、啊，没有啊，撤回没有删、啊。你说你的第二点最后一句要删掉啊？没有，他的你第二点的第一项前面就已经有呼吁香港政府应撤回啊，没有啊，动啊，好啊，有了啦，前面就有撤回了。我只是说不要对人家的法案的内容去做什么。对啦，好，没关系，那有前面就有撤回了啦，呼吁香港政府应撤回。有撤回了啦，他后面只是再重述一次，呼吁香港政府应立即撤回。他前面已经有呼吁香港政府应撤回，所以这两句你那个冒号后面是前面是标题，然后你是啊到普世价值，普世基本价值这个应该句点，那前面是我们是这么支持他们。捍卫自由民主这样子的意思，是是，所以我们现在在修改，好不好？那能不能这样？就是哈，普世价值之外哈，到反对侵害人权自由，就这样，啊、到这里。那个对，这样子也可以啦。这个好，然后要主席啊，普世价值后面再多一个反对侵害人权自由。好，反那。国家主权这个是他们的事情嘛，哈，就反对侵害人权自由了，哈，是这样子吧？没有有意的结尾。前面都有出现。没有这个没关系啦。我是觉得，因为前面其实自由、人权都一直重复出现。那这个重复出现是这句，是一种加强的语气，哈。很慎重的，我觉得大家不要计较这个东西啊。太好了，到底我们是一个很强有力的重塑吧。前面看到一直有谈到自由民主，那个女委员还好啦，这个最主要是那个语气可以不会干扰啦。对了，我刚刚常常演讲的最好不再多干扰，也是这样的。啊，最好还是搞不会了。加这一句也没有什么，没有啦，强化也没有，可以的，落掉了，大概也无伤大雅了。这个文字已经写的差不多了，来，你 copy， 你全部 copy 了，全部 copy 再发给大家。哎，都印了吗？好，来，赶快。我说这，我重点不是反对，而是说，因为大家如果仔细，你看我们已经修正了啊，再看一下，再看一下，因为文字上侵害人权前面已经有出现了。后面自由又有出现，我只是觉得会一直重复而已。几个修的是冒号，是标题，这是我们永远支持这种普世价值，反对，这是我们反对啊！声援香港是声援香港的自由民主，啊，那个台湾跟。声援香港这两个是不同的。等一下，这个新的文字出来之后，大家看一下，来，把它现在我们现在写，黄子写的蛮完整的啦。
在这里是自斟酌，刚才那些说法应该就是如此的。当然，意思都很清楚嘛，那只是一个共同声明而已。那底下出去吼，感觉怪怪啊。那个立场了啦，对了，立场先。我们第一条哈，就从善如流，接受刚刚吴委员的建议嘛，哈。那主要的原因，并不是我们认为法制局的这个论断我们不予同意，不是。这个论断是一个事实，只不过哈，只不过就是因为我们行政院、法务部都已经针对这一点，代表我们的政府予以驳斥过了，所以现在在立法院，为了让它变成是一个跨党派的共识，所以这个部分要删除，我们可以同意。完整性的，那我们后悔了。来，一个党团一张了，一个党团。亲民党说，如果三党同意，他们就接受了啊、哦。那个志扬兄，这个大概都照你的意思，你看一下。对对，就照你刚，你现在新的这个版本。第一点后面都删掉，第二点也大概朝你的方向哦，只是增加一个我方永远支持这种普世价值，反对侵害人权自由，哦，只是这样，我方台湾本来就是这样子嘛。可以啊。我方改为我们了、啊，不要搞成甲乙方的。第二点的最后，那应该写我国啊。对，来我们。那也塞嘞，这样可不可以？我国可以吧？就很简单的嘛。好了，没好。好，那我方就改我们，那我们就啊、赶快打一个真正的啊、就是方改门，那就可以了啊。那导入员可以的哈。好 ，OK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啊，就进行那个你那个可以的，可以的，那就发给大家，赶快发给大家。那个修正动议，再修正动议。又蛋姐。好，那么我们啊，就针对刚才啊、声援立法院朝野党团共同声明啊、是不是我们请啊、谁来念一遍？处长，那个处长，你来念一遍来，共同声明来，赶快。
立法院朝野党团共同声明，立法院各党团于2008年6月17日召开第九届第七会期第一次临时会之际，针对香港人民集会游行，要求香港政府撤回将犯罪嫌疑人引渡到中国大陆的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律修订条例草案，以下简称逃犯条例，经协商共同声明如下：一、香港政府以武力处理群众运动的方式，本院全体同仁提出谴责与抗议。香港人民发动大规模的人民抗议活动，表达人民声音，本院各党团不认同香港政府以武力方式对待群众运动，呼吁香港政府应谦卑面对群众诉求，将冲突降至最低。二、我们声援香港人民民主自由的诉求，呼吁香港政府应撤回逃犯条例草案，基于捍卫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基本价值，合作打击犯罪不能以侵害人权的法案为前提，香港人民有权追求自己的民主与自由，我们永远支持这种普世价值，反对侵害人民自由。三、建议政府应对香港人民以行动支持并提供关怀与及援助，香港人民行动演变为流血冲突，为支持香港的民主法治体制与自由民主，建议政府应依香港澳门关系条例第18条及相关规定，对于因政治因素而致安全及自由受有紧急危害的香港居民，得提供必要的援助并给予关怀。好，那这个都照刚才大家同意的版本啊、哦，那我们就开始签字啊、哦。来，那么我们现在介绍啊，我们现在即将进行讨论的公投法啊，公投法啊，诶。